今天我们来吃红烧肉盖饭。哇！这是我的大碗，这是我的小碗。当当当当，走喽！呀，你汤汁都倒给我了，汤汁才是精华。哇，好软！我给你换块肥的。哇，我要蘸个辣椒油试试。哇，这辣椒油好香。哦，哎呀，我这下面汤汁好多，老公，我想加点米饭。哎，我觉得这些刚刚好，下面汤汁好多。哇，我这个肉一戳它都碎了。现在这样刚刚好，所有米饭都能进了汤汁，肉有大块的，有的和碎在了饭里。哦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快给你们看呐。老公，我的注意力全程不能在拍视频上，我全程在跟你一起看电视。能，我甚至都能猜到是第几集。真的是《甄嬛传》十级研究学者。我刚刚说，大家猜猜你在看什么电视？那大家就猜猜他在看第几集吧。炖了3个小时，太烂乎了，这绝对是你炖肉史上能排前三。这次是我过生日的那晚，红烧肉长寿面，哈哈哈。你还没吃完，我都快吃完了。细嚼慢咽。当当当当，皮垮的都要掉下来，这种
啊，让我们一起感谢一下今天的大厨，噔噔。男人还是得多夸的，我自从夸过王子玉会帮我好多，帮我整理好多东西，他现在在我忙不过来的时候还会帮我做饭。哎，今天的肉就是他炖的哟。我跟你们说，其实一开始我没想拍的，奈何我老公炖的肉太好了，我说我能用来拍摄吗？刚好就当我们吃午饭了。来，今天的最后一口，可以封神的红烧肉，最后一口哟，盛高碗具，哎呦，当当，好了，挥手一分钟，拜拜，拜拜，关注我，一起快乐拌饭吧。